一出关，上百支持者热情迎接。今年五月份，民进党初选打得火热，赖清德到日本访问，累积人气。同一时间，网络 PTT 上也出现黑赖文，把访日行程批得满头包。同样打赖，还有这一篇，痛批子弟兵不团结，自家人互打脸。加上这篇满满的黑赖或间接黑赖文，这些发文账号都是 Humor 12314。如今随着卡神案爆发，这个账号也被揪出，原来根本与 IDCC 为同一体系，真实身份就是卡神麻将团长。知道曾经被卡神黑的事情吗？小心啊！记者喊得再大声，赖清德一脸尴尬，当没听到。回顾初选期间被网军猛攻，赖清德当时可是曾这样对小英喊话：那我们也请总统能够要求他的网军停止对我的攻击啊！指出就是有网军在作祟，如今黑赖账号被起底，就是卡神在帮小英黑赖，与当时说法不谋而合。尽管现在身为小英搭档，赖清德选择不回应，但韩国瑜这句话已经替他下了最佳注解。第一个被害的是赖清德，第二位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柯P，第三位就是韩国瑜，我们是网路被霸三兄弟。记者陈一轩、崇越 SN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